有一天，地狱的冥界王子看到了他，非常非常的喜欢他哦，所以呢，就把佩斯福尼抓回冥界。佩斯福尼的母亲就是掌管农业的女神，非常非常的伤心，大地的田地就枯萎了，连宙斯也没有办法救回佩斯福尼，只能把她变成星星，才有办法把她带出冥界来跟妈妈见面，这就是处女座的由来哦。那她妈妈一定很伤心。对呀，从此以后啊，她的妈妈想她的时候，就会望着她变成的星星。好可怜哦。晚安。喂，是，好，我马上来。萍萍，走，我们去医院。怡晴，妈咪，怡晴，我不能失去你。这都不是你的最爱，不是这样的。去找他吧，他才是你的最爱，我最放心不下的是萍萍。萍萍，妈咪，你看，不要哭，萍萍，妈妈就要去星星国旅行了，记得我们的约定啊，要照顾爸爸。想妈妈的时候，就看星星。不要，星星好远，萍萍不要妈咪走。装水，好好，爸爸去拿水，萍萍自己先玩哦。曾经在某个夏天，我遇见了真爱，而下一个夏天，我失去了他。终于，我懂得爱，却又再一次失去。在夏天，我经历了人生的悲欢离合。我只想知道，陈杰，你现在好不好？爸爸，爸爸，啊，水在这里。萍萍送你一个礼物，爸爸不要再难过咯。真的吗？萍萍好贴心哦，谢谢。你先把眼睛闭起来啦。好好。好了。谢谢。这是我刚刚在沙滩上挖到的，很漂亮吧？走到海角天边。
平平，这是陈阿姨给你的礼物。哇，好漂亮哦，谢谢阿姨。这条项链代表了爸爸和阿姨对你的爱哦。一个夏天我陪你走到海角，和你。